Hello，我是你们的 Jack 老师。你在为记忆英语短语而发愁吗？试试每天的数五分钟，让我带你看公式、听例句、记短语，配合元音，熟练掌握这些生活短语。Dish out. Dish 用盘子装 ，out 向外，合在一起就是盛食物给。实际上，这个短语并不限定食物一定要装在盘子里，它意思相当于 to serve food to people， 盛食物给人享用。I'll go get the bread if you dish out some stew for our guests.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一定要关注我们，留下你的收获或者疑惑，更多更好的英语干货和学习技巧等着你哦。英语学习路上，我们一起成长。